恐怖呢，很痛的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说那两个班每个五颗星的，然后我在想，看我另外是没有那一只啊，然后我想，然后那个不是有时间抽那个，我还抽了两只泳装的，还是新年的，不知道新年还是泳装，我没注意看，反正女的就是两只，有两只女的，我也不知道那两只到底好不好用，我真的看不出来。我在这里休息十几分钟再离开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跟你说为什么我那个那个工地的那一个，是因为什么我工地就是那个装备啊，分出从事商店那个，为什么我会练得很快？是因为我两只手机同一个账号，这边刷刷那边刷刷，所以。好拼。万你以为我现在还没上线？很屌啊！然后红瞬间感冒停，已经一两个礼拜了。对啊，那就是两个礼拜，那算礼拜我跟他说干脆，老板跟我说拖到礼拜五，礼拜六来看医生，我说不用，今天给我去，反正早上晚上都要看。嗯，因为我觉得他没那么快好，然后那天就去了，礼拜四那天就去了。嗯，然后谁带他去我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谁带他去。不知道，我不想问那么多，他说他没有带，我们带就好了。反正你只要不想让你知道就不要，就不要，不要多问，不然嘞，他们就你，妈别闹了。看你自己的想法。我不要，我不想太多。今天第十颗，你要顺便抽一抽吗？未来抽一抽好了。我要来抽一抽。我是没有抽啊，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啊。对啊。抽完啊，我今天抽完还抽了好几天，好几天，好几次。我抽到三只吧，那里面我抽一半。今年安迪的任务要解啊，大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礼拜六还是礼拜天要去解啊，不然我哪有时间啊？嗯。那我这两天都没有忙，忙为什么？忙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前两天还礼拜六点就走人了。为什么？怎么？那天卖到一个最好玩的，就是那个客人也很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他聪明了一点。怎样？一来跟我说老板我要十楼，然后后来打电话打一打问问说，抽三次你自己抽吧。他说：“就十栋有没有我的份？老板在加两楼，靠北没有他的份、啊。旁边教室差点就尴尬，就买十栋回去，结果没有他的、啊，没有自己的份。如果是你，会不会觉得会不会疯狂？不会，我觉得很屌。看，还好他打电话问一下说，有没有我的份？然后说老板我在两楼，然后就买十二栋，然后我那时候只有十栋而已，我说十二栋没有，就十栋、要等。然后说那你等啊。”对，然后就很好笑，每次是这样子啊，抽到一堆混，很正常啊。这个时机抽到的都是混的。我来抖落了，来吧 ，Here we go。然后就很好笑，看。啊，没有，都是混。啊？都是混。我不晓得。我也都是会。今天就抽到的是什么？我就不知道我那时候抽到的那几只是哪里。看一下，豆芽，看得到吗？要看很简单呢、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哪里？你要年份就好了。多两只新的呢，有九五斤，这只本来没有。有啊，你这个中。总之是五吧，新年五，哎呦，好，新年拜是新年，我靠，太扯了吧！你妈的，你都是新年，我的全部泳装。是啊，我不晓得，因为我没注意看。你这一只是新年五跟新年拜师。九四斤呢？九四斤你没有吗？没有，这只没有。哦，那就代表你那只是泰瑞骑手、啊，还是板崎洋骑手？不晓得。还你。
啊，这只怎么看？嗯，这只我是知道这一只啊。很简单啊，你要看的时候很简单、啊，我都会按那个筛选啊，按年度啊，嗯，然后抽到新的都会在上面、啊，这种特别都在上面、啊。你是那个泳装这个这只叫什么？对，泳装安琪跟那个新年舞。那你两只都新年舞，超屌。我知道我很少像两只一样。嗯。是哪一只一样，我都不知道。好，我把它放晒。是的。不用，我有。他们家没有卫生纸。嗯。可以有。嗯。可以再用到朋友的。包包借放下。不要。不然等一下掉。掉就算了。哎，何必呢？太太，嗨，好久不见。
好了，该努力跑了，要换边了。啊，他说我跑第一名，那么厉害。啊？第一名？没有，那不是第一名，那是组别。嗯。对啊，那组别是排班呢、啊，就是我可以比较早，九点就排。嗯。那你过年做不做？过年做怎么不做？反正做没多少，5000块就爆了。啊？我不是之前不是有礼拜六日休息过，然后不是说我钱包爆了？对啊，啊，过年有9天银行没开，你觉得？就一下爆了吧。对啊，跑啊，当然跑啊，反正爆了再说。那是我现在跑而已啊。那、啊、你要多你就丢钱进去啊。就是类似储值的概念啊。今天每个人正常是5000，我想跑多一点，对我丢个3万，他就会付3万了、啊。等于你有35000的额度啊，但是问题来了，熊猫公司有没有状况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等一下给你跨年过年说倒就倒，你存再多，是啊。像那个蜜蜂一样吗？很多款的。没有啊，他有前兆啊，欠款的时候就很明显啊。直包他能撑多久啊？能不能扛得回来而已啊？没有啊，可是。现在就是他现在弄很多有的没的、啊、就感觉让人家觉得他快倒了。你看他那个一直招人一直在卖装备，对吧、啊、很奇怪，无限制的卖，正常来讲很奇怪，应该有限定额度，不然像那便利店一样太多家到这款有赚钱，便没有了，我怎么这么家太密集啊，太密集啊，就这里的人就这么多了，你原本已经有竞争对手，你还自己还有对打，因为你看这里对吧、啊？你光是啊，全家这里那巷子里面有，然后 seven 这里都互打、啊，对啊。隔壁那边也有。对啊。都很近的。对啊。两百公尺内的。对啊。都在互打、啊。以前是最好是1公里内。没办法啊，这大家觉得啊，我开说不定会赚钱啊。是没错啊，可是而且。有啊，外送也是啊。而且其他目前来提就是该洗啊。真的。因为当老鼠屎的都很简单，做很好的话人家不会记得。没错。没办法，因为人家习惯了，人家认为说做好是应当的。嗯。那你后来抽了怎样？我抽的。我没事。我刚刚抽的那个。哦。就跟你讲啊，就多了几只新的呀、啊，其他都没有。这样不错、啊，至少有多、啊。我现在还凑齐100个角色不一样的角色。差不多啊，我现在才100多一点啊。才100个而已。因为后面越来越难凑啊，而且我们有多的有很多种打达，雅典娜有，然后三奇有，然后这一次又重刷克拉克跟那个。之前不是多的是那个什么拉棍子那一只。对啊，我们也有啊。对啊，然后还有98的那一只八神，98八神跟98那个铁拳的那个风间呢、啊？对啊，那两只也认识。对啊，黑豹也算是抽来，算抽。对啊，比较多任务都有。没错，好了，我要远离你了。不要跑太远、啊。我才不要来你这里，超不想。那好幸福。不会。最多内湖，我已经试过了，走你那个什么桥，新民路上那个旁边那个桥，哦，我走那个桥，南京东路6段，嗯，爱上了你，爱上。不会分离，送给了我多少一点个月？
拍谁？哒哩哒，哒哩哒。